是我跟维恩。完了，我跟你讲，演艺圈就是这样，老前辈要这么做，你也没辙。我将来一定要变老前辈。老前辈是潮汐品，不要吵，好不好？是是是，先攻就是你们两个，那我这个位置哦，就让 Nike 的后面，我们因为这边这样直接。我就会拍到有一个就是宪哥有没有亲吻的对女神，然后后面有一个爱慕女神人的那个神像，这样一体成型的。还有，我心中是无杂念，我也没有杂念，玩游戏啊 ，OK 啊，好吧，无杂念。我说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清秀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人要心胸放开，没有怎样啊，好吧，来，你鼓励他，来，好玩。有刹车是好的，好的哦。我一刹车，可以。你会介意我就是有些微的白眼？不会啊，因为一点点，就因为它很自然嘛，就。你就也。对。OK 啦，我跟你讲，游戏归游戏，我不会这样觉得怎么样。因为谢哥翻白眼那还好嘛，重点是如果是维恩翻白眼，所以我们双方面都翻白眼。对，因为翻白眼是我们的讯号。预备。加油加油，这一条被咬断了，算喽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好，开始。好近啊，好近，哇，好近，哇，好近，哇！不要投币，不要投弄过来。好，凯莉，凯莉，凯莉，你可以吗？好了，我三分之一哦。加油啊！好，老前辈说的话要听啊。我以身为一个中生辈，好好表现。好，他现在已经是中生了吗？不能够先咬断哈，慢慢来哦。好，开始哦。分合吗？开始。他准备来赶时间。哎哎，变身。你们决定了是吧？你们俩看由谁打第一棒，就让他下去玩。哎，宪哥是被点到了。那我差点。我觉得前面讲那些话没有先设立好。来，他们三个，剩三个。再来要打。点到那个就跟宪哥玩起玩吧。讲啊，这一台其实你也不用这样，你就是这样对着你就好，你就一直这样对着你。哦，拍反应的，来来，拍反应，拍反应，自拍反应。对啊，这样一万五而已嘛。你们还好了，慢慢哦，慢慢来。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好了，过了。哎，好了，哎，这种在折磨人家了啊。给我，给我，我都没放过，给我，给你一个回，给你一个回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，我对一切都是为了荣耀，不行，给我一点，来，压口钱吗？太好听了，对不对？爱的人，哇！
星，给六颗星。电影与你知，他不开心，我更要陪他。尝一下什么是花椒滋味。你是忘记了？这水水进来吧。还是害怕想起来。我所不知道的是，我是你的主导窃贼。噔噔噔噔。更困难的是，下期再见喽。这里是什么留言都是骗人的。错误的。特写一下，特写一下。留言终结者。我就是老天非常厉害的大师巨蛋的宝。自成一项。